老老啊，德好，德好，你是与日俱进呐！刘万，哎呀，妖姬，哎，糊了。 七对儿，哟，聂大队长的手气真是太好了！哎，胡了，来来来来来，哎呀，哎呀，看什么时间呢？今天怎么着也得打个通宵啊，对不对呀？就是啊，聂大队长，你可别赢了钱就想跑啊！哎，那哪能呢？ 我是怕最后我赢的，你们都付不起钱。哎呦，怕什么？钱输了还有人呢。就是啊。<笑>好，我就喜欢像你们这样的，痛快。哎，来来来来，来来来来来。副队，刚才在路口好像停了一辆军用卡车。 我们会不会已经被发现了？喂，如果真发现有问题，到时候冲也得给我冲过去，动作一定要快。是。哎呀，聂队长，你有事啊？快一点吧，队长。哎呦，聂队长，快出牌呀！快出牌呀！怎么别磨蹭了？真是的。等一下，我看看这张牌啊。大队长，战绩如何？ 时间到了吗？哎呀，你坐下，这点小事用不着你。你来坐镇，等完成任务以后啊，我们重新开局。哎呀，这个你，胖，我糊了。哎呦，这张牌我可没打，这张牌我没打呀。哎哎哎，我说你们不要耍赖，陪大队长好好玩玩，让他高兴，明白吗？哎呀，快走吧，队长就交给我了。我说，严队副，一定要安全的、平安的把他们押到码头。您放心。 保证完成任务。好好玩啊！去吧。哎呀，快走吧！来来来来来，出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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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来，我来，出来！哎，来，妖姬。哎，糊了！啊，清一色一条龙，看看，糊了。日日惜春春未来，凌霜冒雪，地苍苔。梅花似兮，幽人意。 哎，大佬，这不正是写我们两个被软禁的囚犯吗？哎，妙笔啊！可惜啊，还差一句。是啊。现在我奉命，把你们俩立即押送到船上去，快收拾衣物，快点！二位，请你们无论如何也要跟我走，我是来救你们的，要不来不及了。船要到哪儿？现在还不知道。 听上级的，可能要去台湾。我死都不去台湾，你要枪毙我就在这儿枪毙吧。我实话告诉你们，我是专门来救你们的。哼，你有什么凭据，非要让我们相信你？实话说吧，今天晚上的行动是田淑君一手安排的。<笑>我们跑了那么多地方都没找到田淑君，你怎么会找到的？<笑>他也被盯上了，费了好大的劲儿，他才跟我联系上的。哎。 上出来了！哎呀，特遣金尘一朵开呀！好，表老，这正是我们两个最后的，也是最好的交代了。来不及了，快，带走，快，走，快走，干什么？放开我！哎，我背着你，走，你放下，把我放下来，要不我们带走你们干什么？七条，放开我们！哎，这把我放下来，干什么？我跟你们去，你们去，你们是野蛮。 来，董峰，玩咱们的。来来，哎呀，干什么呀？别别别别别！哎呀，干什么呀？别走！不要退！怎么回事？他们是我的病人。你们这是阴谋绑架！我们在执行公务，岂有此理！趁我不在的时候抢走我的病人，赶快给我放下！去你的！哎呀！太恶心了！走！野蛮！快走！强盗！店长！强盗！店长！你们放开！放开我！我。 快走！什么？我抗议！走！把我们带到哪儿去？你们放开！请别放开！快！不像话，太不像话了！上去！
我要控告你们，控告你们！开车。快打牌打牌，就是闪电队长，你快出啊！这个老婆啊，还真是不怕死，等到了码头就由不得她喽。来。人贩的车都已经开走了，队长，你说我们跟不跟呢？聂大队长还没有下命令，我看待会儿再说吧。他们车开得快，恐怕再等就来不及了。为了保险起见，我们先跟上再说。是。必须得军车跟上去了。通知第二行动小组，不能让卡车跟入黄龙路。是，走，我们抄近路绕开。是，走。快点！局长，天一亮必须开船，可聂大队长那边到现在还没有消息。局长，石头弄来了。把石头放到船上去，找个妥善的地方藏好。是。绳子呢？啊，那儿呢。两个够捆两个人了。去吧。是。走。你们俩快点出，快点出。嗯，哦，七万。七万？哎，我糊了。啊？哎哎，我打错了，八万八万。你不能这么玩吧，是吧？就让他一下嘛。哎呀，你这不能耍赖吗？哎哎，聂大队长啊，你看我这副牌啊。哎，别动。啊哎。喂，是我，王局长。啊，刚才那是。我小姨子给我送点心来了，啊，那个张兰和罗龙基9点钟就押走了，什么？现在还没到码头？好，我马上就去。哎，摩托车！哎，别走啊，聂大队长，还没打完呢，就是呀，还没打完呢。哎呀哎呀，这么厉害，还没打完呢，聂大队长。公务在身，公务在身，不能再玩，以后再跟你们玩啊。摩托车。摩托车，聂大队长，走，跟我走，快刹车，赶快跟我追，快点，快快快！证件，淞沪警备司令部的。这两个什么人？两个犯人，送到上海港去。这里有毛局长的手令。长官，你们好像走错了，上海港在那边。是吗？谁让你们到处戒严、黑灯瞎火的？知道了。停车！
证件，混蛋，没看见我们保密局的特别通行证啊？对不起，长官，刚才那个车去哪儿了？有个长官说去码头送犯人，他们手上有毛局长的手令。长官，他们始终跟着我们。后边跟的是什么人？毛森的亲信，保密局的特务。你真的是来救我们的？哦，我是奉杨虎将军的命令来把你们俩救出去。今天的事儿啊，多亏了田淑君的帮忙，他找了几个女人用打麻将来缠住聂总。谢谢你们了啊，谢谢。不客气。还有，把衣服赶紧换上，碰到了盘查会更安全一点。好啊，好的。哎，快追！报告局长，他们来了。好啊，行了。咱们去会会这两个赫赫有名的民主人士。哎，到码头了，坐稳啊，拐过去，快开，车掉头了，弟兄们准备好了，给我打。掉头跑了！马上通知各个哨卡和宪兵队，沿路拦截，绝不能让他们跑了。是。接应。是是是。聂队长，你带上人从这包抄过去。是。弟兄们，给我记住了，一旦发现目标立刻击毙。是。全都给我干掉。快快，这边这边，快走，快走，快点，快点，这边。隐蔽好了，子弹不长眼睛。好，大宝，哎，把头低下。啊。站住！不许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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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
是共军，他们是谁？解放军。啊！你混蛋！瓮中之鳖都让人给救跑了，你还有什么脸来见我？几十个人抓不住一个老头子，你让我！ 怎么像江总统交代？聂宗之罪，聂宗之罪，治罪顶个屁用！局长，我已经派人到严景文和郑定珠家里去了，这次坚决把他们一网打尽。你以为别人像你这么傻呀？啊！这一次，一定是共产党的地下组织策划的。毛局长。 二位先生，前面不远就到杨虎将军家了。好，好，好，胜利大逃亡，胜利大逃亡啊！哎呀，也算是九死一生啊！哎呀，夫人来了。 杨夫人，你好，你好，谢谢谢谢，非常感谢，啊，谢谢谢谢，请进，请，请，请，真是太感谢了，你们平安就好，谢谢谢谢，太谢谢你们了，给新中国做了一件大好事，应该的。 请坐，大家请坐啊，请坐，请坐，请坐，让你受惊了。哎，这是哪儿的话呀？要没有你们来解救，我们早就被劫持了，是，命都没了。周恩来先生，特别向二位致意。哎呦，不敢当啊！啊，刚才袭击军卡车的就是你们？是啊，主要是解放军的先遣部队。哦，解放军的先遣部队都进城了？是啊。 当时我紧张的衣服都湿透了，要不是他们神兵天降，我真没法交代了。<笑>看来啊，不论是前方战场还是后方战场，蒋介石都不是你们的对手啊。是啊，表方先生，为了安全起见，还要委屈你和罗先生在地下室住上两天。是啊，我家后花园有个防空洞，是为了躲避轰炸事件的。哎呀，想得太周到了。好。 这种金币啊，我跟彪老是一百个心甘情愿。<笑><笑>谢谢，谢谢。1949年5月27日，上海解放。
老爷，需要我帮忙吗？啊，不需要，你忙你的去吧。啊。顷刻风雷起震惊，雨过天晴月更明。独坐阶前成赖迹，淡然惟觉此心平。走这步，不不，我可以上这步，啊，上这个，表老，罗先生，你们看，谁来了？哎呀，我是陈毅呀，陈师长，我给你介绍一下。陈师长，你好，你好，现在国家是百废待兴，岂敢有劳您大驾光临呐？你还好吧？好好好，你好吧？我也好。来坐坐坐，坐。你老坐，你老坐，你老坐，你老坐。是的，坐吧。哎，你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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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请坐。哎，表老啊，哎，于公于私，我都不能不来哟。为什么这么讲呢？于公啊，是毛主席跟党中央委托我来看望您的。哎呦，不敢当啊，不敢当啊。哎，表老当之无愧啊。那于斯呢？于斯啊，五四运动的时候啊，张老是四川省的省长啊，创办了晨报。我和他的儿子就到家里去看望张老啊，想请张老啊帮助我们这些去法国留学的四川学生。嘿嘿，他这一伸手啊，造就了我们。嘿你就是乔瑟带来的那个四川的学生小陈毅？哎呀，认出来了啊。好好好啊。哎呀，哎，表老啊，你说我是不是要亲自登门拜访您老人家呀？应尽职责，应尽职责呀。上海解放了，全国解放也用不了好久了。哎，是蒋介石啊给我们留了个烂摊子，怎样打造出一个新中国来。毛主席跟周恩来同志还要请你们这些老同志出来多多赐教啊。哎呦，赐教不敢当啊。哎，打造一个新中国应当是同心协力呀。同心协力。对，同心协力，一定同心协力。哎，要得要得嘛。师母，先生来信了。表方来信了。这信上怎么说的呀？啊，来，师母您坐。哎，快，快给我念念，这信上是怎么说的啊？先生说他现在在上海一切都好。哎呀，上海已经解放了，新中国马上就要成立了，他还有许多事情要做。哎呀，好，哎呀，这下可好了，这下我就放心了。不应啊，周峰有没有消息啊？你就不想想法子？地下组织已经在设法营救了。爸爸，
您和罗隆基、史良联合署名的祝贺上海解放的声明已经发表了。是吗？啊，你看看。太好了。哎，爸爸，您又累了吧？您的身体刚刚恢复，一定要多注意休息。没事。你手头上这个就别写了吧，早点睡。哎，这个是我写给毛泽东、周恩来、朱德、董必武的，草拟电报，主要是对今后社会如何安定、如何建设提一点建议啊。表老。啊，罗叔叔。你看啊，民盟总部北平临时工作委员会发来电报了，催我们尽快北上。请表老主持四中全会，并共同商讨民盟今后的决策。啊，好极了！那我们就把我们准备北上的意愿向毛泽东先生汇报吧。好，我马上去办。哎，你好，你好，请坐，请。喝咖啡吗？不不。听说你和张澜先生安全脱险，我特意从南京赶来上海表示慰问。谢谢。圣经上有这么一句话：为真理得到自由而服务。我在上海住院期间，美国驻上海领事齐艾斯曾想通过我联络中共地下党。现在你们可以公开的和中共取得联系，不再需要我了。我已经和中共南京军管会负责外交的黄华联络过了，他也曾经是我燕京大学的学生。我已经告诉他愿意同新中国建立新的关系，并且告诉他们美国已经决定停止援助蒋介石。恐怕美国必须首先断绝和国民党政府的关系，才有可能解决好和中共的关系问题。可惜我不是美国对华政策的决策人，我准备马上回国述职。我今天请你来，就是想托你向周恩来先生传达一个口信：中国如果能放弃向苏联一边倒的外交政策，我可以向美国政府建议给予中国40到60亿美元的支援，帮助中国的经济建设。那好，我可以试试。我希望民盟能够继续成为美国和中国的桥梁。嗯。张老，张老，吴叔叔来了。啊，您好。张老，毛主席、朱总司令、周恩来和董必武同志给你们回电。哦，哎，唁电晋西，革命军事迅速发展，歼敌就歼，为期不远。今后工作重在建设，即盼告各方好友共同努力。先生及罗先生准备来评级表欢迎。好啊，真是太好了。1949年6月15日，张澜携罗隆基、史良乘火车离开上海，前往北平。亲，爸爸。什么事啊？您看看，朱总司令来看望您了。表老。哎呦，哎呀，表老。哎呀，哎呦，跟俺来说好了，要一起来看你。啊，可他2天2夜没睡了。哦，今天中午刚刚睡下。来来来来来，好好，坐坐坐坐。临睡前啊，还嘱咐秘书，过一会儿叫醒他。不用了，不用了。我看他太累了，就没叫他，想让他休息就没有喊他。今天我是总司令，也是总代表，代表润之先生、恩来先生来看望你啊。
哎呦，不敢当啊。老师，你好啊。玉阶啊，你现在都是解放军的总司令了。啊，我这个过去的老师可实在是担当不起啊。来来来，坐坐坐坐坐。一日受教，终生为师啊。哎，老师啊。哎，你可不能不认我这个学生啊。哎，朱总司令，您怎么可能是我爸爸的学生呢？那是辛亥革命前，你父亲从日本留学回来，在南充顺庆府学堂执教，我是他的学生。哎呀，表老啊，周先生，哎呀，周先生，哎呀，你怎么来了？抱歉，抱歉，我的秘书啊忘了叫醒我，醒来以后我批评了他，匆匆赶来了。表老，周先生啊，是我没喊他叫你，来来，请，快坐，快坐，快坐，来来来，你是李万基操心国务。哎呀，还亲自来看我，我真是于心不安呐。哎，应该的，茂元，应该的。上茶。哎，表老啊，罗隆基先生呢？啊，他在隔壁休息呢。哦哦，我过一会儿去看他。啊，好。总司令，你和表老在聊什么呢？啊，我和表老在叙师生之情啊。要说是学生，我也是表老的半个学生呢。哪里哪里。哎呦，恩来啊。你可不能跟我抢老师啊。五四运动的时候啊，我在天津办学生联合会汇报，表老挂帅的晨报就帮我们做过宣传，支持过我们的学生运动啊。哪里哪里，我受之有愧啊。我这条攥在蒋介石手心里的老命硬是让你们给抢出来了，我应该感谢你们呢。啊，表老啊，哎，主席问过两次了。哦，我们就怕蒋介石会抢先下手啊。啊，说句心里话，表老，那几天我的心都是悬着的呀。啊，是啊，也不瞒你说，我跟罗先生也都做了后事的交代了。啊，表老啊，你为我们担了那么大的风险，感谢您呐。哎呀，这个都是我们民盟应该尽的责任呐。啊，我们是患难之交啊，肝胆相照啊。是啊，肝胆相照应该是我们共同的座右铭啊。哎，说得好，说得好啊。今天的政治不是形式上的改朝换代，而是实际上变了质。第一，要把思想搞清楚。正确的思想就是事事为人民服务，以此建设新社会、新国家。第二，要改变作风，要谦虚谨慎，勤劳节俭。表老，你好啊！啊，哦，表老，哎，我没有做新衣服。是不是失礼了啊？啊，不不不不，就是这身老百姓的土布旧衣，才打败了国民党反动派的西装革履啊。表老算得上和我们心心相印啊。哎，心心相印啊。来坐。表老坐。哎哎哎，你请。不不不，哦，你不抽烟，我也不抽了。润之先生，请随意。哎，你岁数大了，闻不得烟味儿，我不抽了。润之啊，哎，重庆谈判到现在还不到四年的时间，蒋介石他仗着自己有洋枪洋炮，有几百万的军队，有美国的支持，哎，他夸口说一年之内要剿灭共匪，这一转眼的功夫，你们就把他打到台湾去了。哎呀。四年啊，弹指一挥间呐。是啊，不光是蒋介石想不到，就是美国的总统杜鲁门他也想不到，嘿嘿嘿，连我们呐也没有想到啊。有美国人撑腰的蒋介石啊，也会这样不禁打呀。哎呀，我从日本留学回来，我亲眼看到清王朝、北洋政府、民国一批批的军阀全都想争霸天下，后来全都一批批的倒下去了。哎呀，像走马灯一样。
只有你们共产党本事才是最大的，啊！我们共产党啊，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本事，只是心里装着老百姓啊，做到了谦虚、谨慎、勤劳、节俭，诚心诚意为人民服务，人民才会拥护我们，这才做成了一件事啊。好啊，水可以载舟，也可以覆舟。蒋介石啊，他败就败在了失去了民心，全国老百姓对他的腐败政府早就恨之入骨。蒋介石是被他的腐败给打倒的。刁老啊，要是有一天呢，我们共产党不想着老百姓，就想着自己升官发财捞好处，人民呐就不会拥护我们，就会反对我们，我们就会完蛋，而且彻底的完蛋。共产党如果能如润之先生刚才所言去做，共产党就能永远立于不败之地。哎，刁老啊，啊，我们共产党绝不做蒋介石啊。好。弩生兄，哎呀，东一，你怎么到北京来了？啊，我听说你和表老脱离危险，我就从香港直接赶过来了。啊，刚到没几天。啊，哎，表老呢？表老被毛泽东请到香山去了。哦，哎，你这要去哪儿啊？啊，我正准备去拜访周恩来。离开上海的时候，司徒雷登先生让我向周先生转告有关中国外交政策的一些意见。是不是？如果中国答应放弃一边岛，美国就同意给几十亿美元的援助。哎，对啊，你怎么知道的？哎呀，来来来，你呀，可千万别再去碰钉子了。啊？为什么？司徒雷登同时也托了民革的陈明书，转达同一意见，结果是遭到周恩来的严厉谴责。真的？司徒雷登已经返回美国了，你来看。毛泽东前几天刚刚发表了评美国关于中国问题的白皮书，今天又发表了别了司徒雷登，你看，这是刚到的报纸。如此看来，民盟作为美国和中国之间桥梁的使命就此结束了。快快搀扶一下。哎呀，主席啊，表老你好啊。好好，你好你好。啊，表老请慢一点。好好，请请。啊，请慢一点，慢一点慢一点。哎哎。啊。表老，进北平的时候我给自己啊定了一套规矩，不管任何时候啊，都不能拿老百姓的血汗钱来挥霍，所以今天呢，也就是新中国成立以后啊，我都不会有好酒好菜来招待你呀。哎，没关系。不过啊，我一定要让表老吃得舒服，吃得顺心呢。润之啊。这就是你们共产党人得人心、得天下之所在呀！哦，啊，我就喜欢出席你这样的宴席。好好好，来来来，表老，哎，你尝一尝
这腾腾菜。好好好，自己来。表老，哎，尊夫人还在南充的乡下啊？前年我到上海的时候，他就被国民党从成都的慈惠堂赶到乡下去了。也好，他喜欢山野生活，勤谨啊。恩来，表老岁数大了，身体又不好，我想接他的夫人来，好好的照顾照顾他。哦，你已经办了，你呀，你比我想的周到啊。我看这样吧，把表老啊安排在颐和园的厅里馆疗养疗养。好，好，好，这样我就放心了。出巴蜀山川，雾漫漫起修远行，你迈向救国之路，而江山下需求索，你带着责任良知，直到重庆，四川就开始大屠杀了。那周峰怎么也来啊？也被秘密抢杀了。不要再跟着蒋介石陪葬了，希望你能够立功赎罪呀。张澜的名字可以放到副主席的位置上。张澜凭什么当副主席？他在国民党的手里也是九死一生啊。爷爷，我说你们怎么来了？是毛主席和周恩来先生专门从四川把妈妈和孩子们都接来了。